报告委会现在出席为七人与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司法及法律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6年3月13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1时35分，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志扬等12人，列席委员、中委员嘉宾等21人，请假委员廖国栋委员1人，列席官员、行政院副秘书长宋瑜霞等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并案审查委员徐仁等20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余婉如等16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第六条及第15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审查委员余婉如等16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会议由委员吴远志扬等12人提出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并定期继续审查。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我们等在场人数足够的时候再来确定议事录。现在介绍列席官员。介绍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施能杰人事长、苏俊荣副人事长、主任秘书代理综合规划处王桂兰处长、编组人力处黄新厨处长、培训考用处肖玉处长、给予福利处陈坤元处长、人事资讯处陈邦正处长、秘书室蔡富雄主任、人事室黄喜旭主任、主计室陈美珠主任、政风室陈英斌主任、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主任兼地方行政研习中心主任陈忠志、地方行政研习中心马永芳副主任、全序部法规司洪美妙副司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曾焕栋专门委员。好，跟委员会报告，今天排定的议程是：一、邀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二、处理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预算冻结项目共10案；第三、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组织法草案案。好，我们这以上这个3个案，我们采综合询答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现在要进行报告，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施人事长报告业务概况，还有106年预算解冻案及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组织法草案。因为要报告的案子比较多，我们请人事长简短说明。好，麻烦，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委员会呢，对人事行政总处的业务报告来做指教，然后也对我们提出了10项解冻案呢，能够同意我们解冻，然后最后一项呢是属于呢我们要做一个组织精简的一个案子，那我都一并来做一个报告。那首先就人事总处的基本的业务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我想我们过去跟做了一些重点，大概不外是这几项啊。我想一方面也是做这个原额跟这个主设的一个管理。那在原额跟主设管理这部分，我简单做一个说明。我们刚完成去年刚完成第三次的整个行政的全面原额评鉴，那事实上我们大概简列了80科443人。那我们也继续做各式各样的这个原额管理，减少这个预算原额，还有这整个非典型人力的一个运用。我想这整个资料呢，我们做整个原额管理，大概跟101年相比较呢，我们目前的精简比例大概4.4%，临时人员呢，我们大概少了21%，派遣劳工这部分我们少了大概21%。那我们主改的过程也继续在研议，那事实上我们也推动做一个行政法人一些研议的一个推动。那另外一项呢，我们也继续在进行整并公务人力训练机构。那事实上，这个人事行政总处今天提出了这整个两个研习中心呢，合并成一个学院，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下所进行。那总处第二个工作，当然是做各式各样的公务人力的在职的一个培训哦。那这部分事实上都
也持续在办理。那我想在书面报告里面有罗列了各个办理的成果，我就不再赘述。那当然另外一个呢，我们事实上在做这训练过程里面有一项重点，是我们非常强调这个性别平等跟所谓这个政府政策的一个训练跟宣导。那这一部分呢，是让我们过去呢都持续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具体的成效也都在这里面有一些呈现。那主要是我们过去在105年底，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希望所有未来的在职训练的这个学习活动呢，能够更聚焦跟你的业务相关，所以我们不再以追求这个学习时数为目标，所以我们原则上呢就把学习时数呢降低到这个20小时，但是呢一定是要比较强调是以跟业务聚焦有关的一个学习时数为重点。那总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行政院做好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待遇管理的这个部分。那待遇管理这个部分当然有几个重点呢，一直都还在持续这个努力跟规划中。一个是第一加级的这部分是不是有可以再做适当一个检讨，另外一个就是专业加级这部分是不是应该有适当的检讨，所以我们都在做这些工作。那当然总处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配合年金的改革，也提供了一些资料给这个年金国家年金委员会来做这样事情。那我们其他部分呢，过去当然在我们内部的工作里面，包括我们资讯系统的一个能力更强化，然后我们自己的人事人员的这个训练，跟我们希望提升我们人事人员的这个服务能量，这都是我们持续在做的一个工作。那在未来呢，今年度呢，事实上也大概跟主要的工作项目跟去年度不会差太多，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工作还是继续进行这个员额管理。不过我们在员额管理里面呢，重点是我们会新加入一些重点业务区块的人力盘点，因为这整个必须要搭配行政院有一些重点人力的一些需求。这里比如像说劳检、资安、食安、卫环保这些业务，我们会做一些比较重点人力的一个盘点。当然，我们继续会稳健的来完成行政院的组织调整的规划，那希望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做审查，这是我们继续要做的一个工作。那行政法人这个也是整个组织调整里面一个过程里面会用的一个工具，一个组织形态，所以我们希望组成一些服务团哦，然后来协助机关如果有需求来做。有需求要转换成行政法案，我们来协助他来做，这是我们有关组织跟员额这部分我们继续会做的事情。那至于培训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有几个主要的重点哦。我们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重新整理这整个高阶文官的培训的班级哦。我想以前有中央跟地方有些不同的班级，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整合，还有一些重新来检讨。第二，我们要整合公部门数位学习的一个平台，也公部门里面有不同的学习平台呢，我们未来呢希望能继续来整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学习平台，来达成一个更有效率的一个运作。那有关待遇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会有一些新的重点会去想要去做处理，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整个各机关用人费用盘点分析的一个机制。我想这个部分对我们未来了解整个政府的人事费用的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会有帮忙的。我们希望继续朝这方面来做。那我们希望呢来进行所谓叫员工待遇调整的资讯比较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每次如果有员工待遇的调整的时候，总是需要了解说政府跟企业要怎么比来比去，或者我想或者是跟国外有些怎么比来比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资料来找到更好的资料来协助我们做这个决策的一个参考。那当然其他呢，我想我们在年金改革里面继续会持续呢，协助这个委员会呢，或者是这个现在的行政院的年金改革办公室呢，来处理这项一些业务。那至于其他一个部分呢，属于我们自己的人事人员的一个部分，我想我们今年最重要一些新的一些做法，就是我希望我的人事主管呢，未来呢一年都会跟他的机关提交一个他机关的年度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报告，能够让机关首长了解他机关的人力状况，这个是我们希望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总处有一个非常我们的人事资讯系统是提供给所有全国各公机关来使用，所以我们继续尽力来各式各样云端化的公务人力资料中心，那甚至呢把这些资料做应用，这都是我们在今年度想要做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重点。我想这个是我以上就我们的业务状况到做体大体做一个说明。那今天呢有一个我们的两中心要做合并了一个审查案，那个组织的合并案，那我想接着我就这两中心的想要成立一个新的合并，成立一个公务人力发展学院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我们总处本来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在台北的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一个是在南投的地方行政研习中心，这都有它历史的沿革。那我想，我们觉得呢，两个中心呢各自为政的一个方式呢，事实上对于整个训练资源的整合呢，其实是反而比较没有经济性，所以我们就决定呢，把这两个中心合并成一个新的一个学院。那透过这个新的学院的合并，事实上训练资源就可以共享，而且行政院本身作为管理性跟政策性的训练中心呢，就会唯一只有一个哦。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哦，我觉得那个以前因为分两个中心，所以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同仁去中心去做这种在职培训的时候，不太有交流的机会。现在透过一个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的一个机会呢，它可以同时提供行政院所属跟地方政府的所有的这个公务人员有一些合作交流一个机会哦。我想这个是它很大一个好处。那当然透过这个两个中心合并为一个学院的时候，除了我刚谈到有预期的这个训练效益以外呢，最重要呢还有一个另外的效益，就是我们确实把主合并完以后，新的这个学院呢跟原来两个比较起来，原来两个加起来总共会有12个内部单位，那我们新的一个学院只会只有7个内部单位。那原来两个中心的编制员额呢是有大概118位，我们现在透过新的一个学院呢只会剩下91位，事实上也减少了这个21个这个预算员额。那当然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把原来的训练机构做一个合并整并的一个方式，除了有更好的功能以外，这也是立法院期待，就是说我们要对行政院所属的各个训练机构，如果是不是还有一些转型的一些工作，是我们应该要努力去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方式，也可以让未来我们继续在检讨其他机关，如果训练机构的一个形态，能够提供一些帮忙。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一个叫做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的一个组织法的一个草案的一个背景说明。那最后呢，我们今天还是因为提了10个这个预算的一个解冻案了，那特别这个包括我们所谓的策略性人力资源跨域整合服务的这个解冻案，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资讯系统呢必须要做更新，然后能够功能也更必须要能够更加强。那第二个也包括民间薪资调查跟运用于公务人员待遇调查考察的一个报告，这个包括说要去新加坡呢做一个考察，因为新加坡的一个制度，他在做调薪的制度是蛮有机制的，所以我们想去做一些了解。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这个解冻案的一个报告，我就不再一一做说明。那敬请呢这个委员会能够协助做这个解冻案的一个完成，谢谢。好，谢谢任市长的报告。那么我们现在来确定议事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市政市长已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并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吴志阳委员质询。主席有请施仁市长，请仁市长，谢谢，不用再行礼了，谢谢。委员长，关于这个组织法的，我只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当然是，成立一个公务人力发展学院，啊，我请问一下任市长，你们把这两个中央跟地方的这个整并以后，啊，有没有要进一步依据，啊，本院92年度、93年度、94年度审查预算时候的决议，以及95年度通过预算时候的附带决议，就是说进一步啊跟考试院的国家文官学院做进一步的整并。跟委员报告，我想这跟我们现在在努力性质上可不可以整并？在现在的机制，我跟委员报告，因为这分属两院哈，两个要整并，真的是可能有宪法上的一些课题必须要去克服了。不过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两院都持续。你先用这个机会厘清啊，我也不希望说。我们的决议你们认为根本不可行，然后没有讲清楚，我们一再的做同样的决议，啊，
在宪政上究竟是有怎么样的分工？这个东西必须要分从两个地方，你可不可以说明？我想目前两边的功能其实是分得很清楚。文官学院做的是国家出任考试，不管高普考、特考考试的及格人员的出，就是前面的基础训练，这是他最重要做的。另外一个，我们还有法律做的，比如像说委任生荐任或者荐任生检任这一个官等的训练。那我们这边其实分得很清楚，我们是做行政院跟地方政府的在职，就是已经进来了一些训练跟一些不管是管理性、政策性或者是专业性，所以这两边的业务功能其实分的可以分得非常清楚。跟委员做这样的报告，分得清楚跟能不能合在一起又是两回事，对不对？是的，因为说实在，这个还是有一个共通性，都是公务员，对，都是训练，应该这样讲。一个是国家考试，一个是新生训练嘛，对对对，一个是在职训练嘛。对，没错，可以这样。但是有一些部分，他也做一些在职，那对升官等。对一个训练，就比如说他的就安排这些训练呢，聘请讲师啊，这些东西，其实在很多功能性是蛮值得合在一起的。是可以，只是说要合在你这边，对，还是合在他那边，还是合在一起独立出去。这个你们还是要讲清楚了，好不好？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们这样并完以后，你行政机关所有的训练单位都已经整并了吗？没有没有，这个是属于人事行政总处下面两个中心。当然，我们还有别的部会有自己的训练。我觉得你们要查一下，查一下，我们有这个资料。因为我们在台湾各地跑一跑，都不小心会发现山明水秀之处哦，突然有一个训练中心，过去看一下牌子。哦，有的甚至是三级机关、四级机关的训练中心，没有错。这个地方这样子用是好的吗？还是因为财产挂在他名下，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你，我觉得身为人事总长啊，人事总处好像这个地方也必须要协调一下，是不是？除了你们自己中央地方直接的，你们自己中央各部会，甚至可能一级的你，二级机关的你可能比较注意到，还有很多三级、四级的啊，确实是有，那是他们的资产没错，但是他们资产这样子用，是不是符合你整个人事训练的需要？是啊，这一点你们也要检讨。是的，我们其实有在检讨中。好，这是第一个议题。那第二个议题就是，在您的报告第13页这边啊。有讲到稳健完成行政院组织调整，完备政务人力禁用机制。好，这个部分，这个文字有点不是太清楚啊，是不是在讲前一阵子在讲三级机关要政务常务双轨制这样子的？对，这个部分有一部分是谈主改，一部分就是谈我们的政务体系的完备这个部分。好，那你们是打算你们的版本是什么？我们已经这个版本已经交送到考试院去做会审，那考试院现在在做会商。那原则上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有一些三级机关，如果它符合，它是处理比较政策性的拟议的业务，或同时又预算大的，那我们应该要更松绑，让它有机会变成呢，可以是政务或者是常务的双轨制。所以你们是不是你抓了一个25个人？是不是？对对，目前是最高上限，最高上限25，对，三级。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草案什么时候会送到本院来审查？因为现在还在考试院做会商，那考试院我的了解应该可能在处理完他们现在比较急的议题，在年金的一个会一些相关法案，年金相关法案完以后，他们应该会就这个来处理，然后再送回给行政院，行政院再送给立法院。这个案子有两，我有两个意见呢。第一个，我知道这个招委这边也有他个人的提案，我不知道文字是不是一样，但是我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因为知识体大，而且也涉及到两个院之间的职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能像楼下处理监督两岸条例啊，两岸监督条例那样子，没有行政院版本，会我们会有行政版本，就的，因为这涉及到这个监察院的职权啊。那他们不能没有任何意见啊，不能不会嫌啊，我们就从当然我们尊重每一个委员，而且我们很佩服每个委员提案，但是只有这样子是我觉得是不够
是的，程序上因为这是那个基准法修正案，过去都是两院会那这是行政立法程序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据我的了解，考试院对你们的提案，你们会衔给他的时候，考试院非常非常的大反弹，是不是有这样子？说这个说是分赃政治啊，徇私用人，或者是打击公务员的士气，然后所以在里面不仅是年金改革很忙的问题，我看里面意见也非常。没有，我跟委员报告，确实在考试院有一些不个别的委员，他有一些个别的看法了。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不断在做一些意见交换的一个过程了。我想任何一个法案呢，总是会有一些个别委员的意见。我们来检讨一下，因为像这几天我们司法委员会讨论的都是主改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我们的政府的组织要长什么样子，还有。我觉得你说一个 total 多少人是政务人员，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啦，好，这个有道理。但是当你在组织架构里面已经分清楚二级、三级的时候，啊，我是认为你应该是要检讨你的二级单位是不是好用，啊，而不是在三级里面来加人，或者是你的二级里面的政务副署这个副首长有没有必要加人？或者在这个部分，因为你讲的理由，一个政策决定，第二个庞大资源，会被人家讲分赃，就是大概是因为庞大资源这个问题，因为会庞大资源的东西，你放在三级，用一个政治任命的人来用，那你不是有院长吗？你不是有他上面不是有部长吗？三级机关的庞大资源不是也是属于二级机关的庞大资源吗？对不对？那个人就应该负责嘛，所以应该是这样啦。所以你的组织，我觉得你要从二级你就开始去想啊。我跟委员，如果你觉得二级现在挂的很多根本不合用，没有重大政策，也没有重大资源，你请把它拉下来啊。比如说我一直在想，体育署到底是不是重要的单位啊？讲这讲很久了。如果觉得体育署将来是整个运动产业观光这个产值又多少，然后我们现在要全力发展体育，体育署长三不五时奥运啊经典赛都被叫来，那干脆是不是搞把它弄成体育部，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而不是说你一直在三级机关在派人，因为我们在总咨询的时候我们问不到三级机关的人啊。我跟委员报告，就是以体育署这个 为例子来讲，因为我们台湾的政府体制设计，因为二级的数量一定不能太多嘛，那很多二级实际上部会基本上是比较做大的方向的一个指引，但是很多细的包括政策一些拟议出你都交给三级机关来做，譬如体育署来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不是以资源最重要，还是要他的业务属性比较偏向政策拟议，那如果同时他又有管比较多的一个预算，这个才是我们比较考虑在三级的部分用政务的一个概念。我跟委员报告，你这个政策真的被人家讲，不管你讲分赃是不是有道理，打击公务员士气是真的有哦，是真的有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能不能做到部长，能不能做到政务副次长，这个人各有命啊，各有归属。有人就是死都不肯做政务官的，也有啊。但是你公务员奉公守法，表现优良。他有一天就希望到一个职等嘛，或者在他长期服务的单位能够做到一个程度，但是你三级机关现在又开始有政务任用的时候，你把这个公务人员最高等级的这个愿望也打掉了，所以这样子的感觉让我们现在觉得，现在执政党为什么连退休的公务员你在年金上面要打击他，那就算了，现任的公务员还在位置上，你就要用所谓的自己人或政治任命，在三级机关这样放下去的时候，你又再打击一下现任的，干嘛这样呢？没有，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本来基准法里面就容许三级机关有可以用政治任命的一个条文。你现在是原则变例外，例外变原则了。不是，我们还是把这个，所以我们务实的讲说，总数不要那么多哦，所以做一个总量的一个管制，那在总量管制还是个案都要送到立法院来做审查，因为个别的组织法还是要送到立法院来做一个审查。我想用这种一个方式也跟
委员做一个报告。我知道 你原来那个是蛮例外的，好，其实那个其实也不对了。我还是回到你的组改，你的组织的改真的要符合国家的需要，真的要负责任的，要决定政策的，要给他庞大资源运用，当然是要政务人员。那既然要担任政务委员，当然要有一个层级，当然要向立法院负责。你不能层级太低，然后跨过部长、院长、总统直接指挥，然后又不需要太常来立法院，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整个制度是不对的。我了解委员的一个说法。然后我最后一点哈，就是说你现在大家在缩编的时候啊，你现在又一直多政务人员。又一直多所谓的一些什么任务型编组的这个机关，你要控制一下啊。像这个体发会啊，我的了解，它是一个有权无责的，在这里的体育里面，体育根本没有人真正在负责，体育署位阶太低，无权有责。教育部什么都不知道，它只是挂在我下面，又无权又无能。现在反而是一个不是在组织法里面很正确有的。叫有权无责体发会，这种你要控制啊，所以我想这个人事啊是很复杂的，但是我希望人事总处啊把这些都想清楚，好，不要一直乱加人哈，不要破坏我们文官的体系。谢谢委员，谢谢委员，人长请回。我们接下来请叶宜兴委员。请人事长，请人事长。委员早。人事长早。人事长，你们现在做出来的政府机关的派遣人力已经超过10000人了，对不对？没有，现在是8000啊，大概8800多位。8800多位，对，已经降到大概8800。什么时候降到8800？就是以现况来讲是8477，我们最近的一次调查。最近是什么时候？就是应该是，去年底。你去年底吗？对，我这里的数字是11166人。那可能是应该是在101年，或者是就是几年前啦，所以我们在努力往下降这样子。好，这个人事长，我觉得你们其实这个数字是假的，无论你说的8000多，我更不相信，我这个10000多我都不相信了，哈，人事长，我们简单说，比如说，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选举，第一，很多是藏在业务费里面的，是，我举一个例子，经济部呢，他就你点头嘛哈，所以你们这个统计数字不是，一个是跟委员报就跟不同的，我们这样讲不同的类型啦。这个不能这样啊，这个人力统计这样就失真了嘛，对不对？你经济部下面就有一个叫做资策会，然后经济部呢就把这个整个这个用都藏在业务费里面，那有一个计划就可以给资策会。结果呢？资策会用什么人？随时都会被经济部调去用。他那个计划呢？其实，调来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跟那个计划是完全不相干的。好，这种例子很多，各部会都有。哎，哈，这是一个藏在业务费里面，这第一个，各部会都有，各部会都很多。人事长你心里有数哈，所以我说这我是要点出说你们这个数字是失真的。再来，现在也很流行什么劳务承揽，对不对？这劳务承揽有多少人？各部会有多少人？我们承揽部分大概是目前的统计大概有38000人左右。所以嘛，哈，38000人，你知道这些人哈？全部你们出了什么事？公安的问题或者劳工的权益的时候，通通都推给承揽人，对于劳工一点保障都没有。政府不要带头这样，好，
这个真的要想办法，好，要降，要减，要处理，哈，三万多人呢，哈，好，这是第一点哈，不要只有好，我希望像你刚刚跟我讲的数字一样，有一点具体一点的，可以让这些真正的问题呢，能够解决的办法出来，好不好？我来跟委员报告，因为承揽的部分，就像陈如林讲的，这个经济部，比如像说以那个资讯资策会啊，它是一个财团法人，可能就是有些业务，它可能现目前的没有足够的人力，所以他就用这种业务委外的一个方式，其实有点像是计划型的业务委外。那这个都是广义叫承揽了。不过就是回过头来就是业务的检讨啦，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每一个部位应该去检讨自己是不是有那么多的业务必须要可以做一些精简。这样，林市长，你刚刚没认真听我的质询。他用业务承揽，他给资策会一个计划，然后用业务承揽，然后再从资策会要人来做经济部的事。这个这来做的事是跟这个他当初说的业务承揽的计划是完全不相干的事，这种情况很多哎。我们来，我会来了解。好好，具体一点的办法哈，怎么样？不是只有了解，我看要拿出比较具体的解决办法来，好不好？好。另外呢，地域加急，本委员会冻结预算，要求你们去检讨地域加急，因为现在地域加急用公共运输车站的路程、海拔高度、原住民山区这样来区分，有问题，要你们去检讨。你们检讨的结果是授权地方政府啊，这个中央开支票，地方买单呐，哈，地方政府哪有钱呢？啊。你就说好，你地方要给多少可以给？你这种检讨方式不对吧？哈啊，你只有要地方检讨，要地方多给啊，你中央的就不用检讨，自己不用处理，就只有一句授权地方政府就解决了。哈，任市长，啊那哪丢？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地域加急，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最了解说哪个地方可能是最需要，是正是在地方政府。那我们就先跨出第一步啦，来试看看有地方政府来。那你跨出第一步，你至少要跟讲啊，这个多出来的钱我来付吧，哈。不是，你跟他讲说授权地方政府，那些这什么啊，哈？这个，我想这个我们就院里面就是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那你要求地方这样做啊，你自己不做，不是只有地方有地域加急的问题呢，不是只有地方人员呢。我们中央会跟着啦，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指定哪一个地方是他做一个弹性，那我们中央政府住在那个地方的，比方说主管机关就必须要跟地方政府来做一些会商啦。哦，是这样啊。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最清楚了，真的最清楚知道那个状况。对，应该要由地方政府来说哪个地方才是哈，要不然你们自己乱画。什么叫做公共运输？对，那个狮子山呐，你知道那个狮子山吧？嗯。哈，他一天一班公车啦，那公车也有到啊。你们叫他说公车有到，他一天一班是什么？去然后回来这样一班哦，不是对开哦，是一天一班。啊，这样叫做有，这样不对的。所以我们就提供更多改变那个指标了。我们事实上是提供很多更具务实的指标给地方政府去使用。那也不能中央开支票，地方买单呐，哈，要检讨一下啦。人不然你至少这个加急的人事费用要给人家啊，对不对？好，我会努力来争取这个。好，来最后哈。你们买了一个东西，说要建置。你们说现在说要建置这个人力策略性人力资源跨域整合计划，对不对？对。4,423,600元。嗯。4亿多、哦。啊，这个说可以整合什么公务员人员的生活津贴的申请、休假统计。晋升官等训练遴选资格会主动提醒，对不对？对。请问这个东西，它具法律性吗？委员指教是说，其实这是一种资讯服务，我们服务
主动提醒这个给公务人权益，但是真正具法律的业务一定还是 要有正式的那个书面的那个程序啦。这个有点像我们是努力在做好提早，就像资讯的一个服务，主动通知啦。这样我就反对了，任市长，你花4亿多哎，你不是花400万哎。你花4亿多弄出来的东西只是提醒，不是、我想跟委员报告，这个当然这整个计划不是只有，这只是其中一小项的一个功能，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需求跟功能。那这一项是因为以前没有做，我们就事先呢主动通知这个个别的公务人，及早能够知道。我想这个也是一种服务的一环啦。是啦是啦、嗯、我没有反对提醒啦，对，但是我反对是。一个提醒，你如果说这个可以替代这个人力资源，然后它有法律效率，现在很多嘞。现在我们立法院的公文书 是算的，电子档是算的。我来研究，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的，我想这次委员的建议是非常好。不是建议哦，我这个是要求。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办法具有法律性，就不应该花到4亿多。如果只是提醒。不应该花到这么多錢。对，我跟委员报告，这个4亿都不是真的，不是只做这一项啊，因为我非常。那做什么？你要告诉我啊。这里面的报告里面包括说，我们有很多新那个系统的一个更新，还有一些各个机关之间的那个资料的一个借接，还有这些东西。你这些更新间接都在其他的预算里面都有了、啊。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个预算，所以这个是一个4年起的计划。所以跟行政院特别申请了一个4年期的计划、这个到底内容是怎样？先让我们看过哈。如果、我如果只有提醒，我是很有意见。不会不会不会，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你们做什么啊，除了提醒以外啊。所以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它里面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这个资讯系统已经很老旧，一部分是做那个系统的一个建置跟更新，一部分是开发新的。系统，譬如像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未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总处有一个系统，全讯部有一个系统，那很多人事资料其实是可以互相这个借接，以后我们的第一线的人事同仁就直接呢，透过这个借接就可以更方便的一个作业，那类似这个功能都是未来在这整个未来4年里面，我们陆续去做一些开发一些功能。那您刚提的那只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系统越来越。就功能越来越强的时候，我的重点在，问题是你这些，无论你是更新或者是界面或者是连接、都要具有法律性才有用啊！不要都仅供参考啊！不会了，不会了，我们好，然后将来这个出错也无所谓啊，反正它没有法律性嘛，对不对？啊，我知道，不可以这样了哈，花这么大一笔钱哈。好，谢谢。谢谢叶委员，人上请回。我们接下来请李俊毅委员。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司能市长。请任市长。委员好。任长好，辛苦了哈，这两天都到立法院来哈，应该的。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是讨论一下了哈。来，第一个，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的部分是你们的所谓的地方研习中心跟公务人力发展中心嘛哈。对，下一页，这一个部分、就是过去我们人事总处有一个公务人力发展中心，有一个地方研习中心，公务人力发展中心负责是中央机关的人员的训练，那地方研习中心是负责这个。地方人员的训练是这样吧？对对，没有错，基本上是这样子。那你过去的理由区分为中央地方的理由在哪里？我想这是历史的一个渊源，因为地方渊源呐、地方行政研习中早期是在省政府下面，在省政府，我想是其实在中心新村对，在过去的省训团对，贵体我点去啦，对，过去我常常去了哈。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也一样啊，公务人力发展中心现在在辛亥路嘛，辛亥路就跟福华合作嘛，所以过去这两个机构我都常去了，我都常去。好，来下一页，那这个也都有法律依据，这个都是组织法，公务人力发展中心组织法跟地方研习中心组织法。那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做更有效的整并，把这两个机关整并成一个，对，是这样的状况嘛？是对不对？是的。那到时候组织法就是废掉了嘛？对，好，到时候组织法就废掉。好，来下一页。
那所以你们现在你们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公务人员的发展训练事权要统一，而且我们希望有效的整合训练的资源、哦、然后为了精简整个组织的规模、哦、所以希望把它整并为一个、哦、那就没有公务人员发展中心跟地方研习中心的区别，但是整合在一起。那我先请教一下人长，整合以后地点在哪里？应该这样讲，它地会是在台北，但是我们那个南投呢，中心新村，当然、啊、那个训练的一个设施场地还是继续使用嘛，对不对？有两个部，两个地点，一个机关啊，两个地方可以用，没错，没错，没错嘛，哈、哦，这个基本上这样的架构的组织哈、哦，我支持，哈、哦，我支持，我认为这个本来就整并，好，谢谢委员、哦，来下面，但是哦，我这里要请教一个问题。我们保训会是不是还有一个国家文官学院？是的，是。那保训会的国家文官学院跟我们现在要推动的所谓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简单讲的区别，我们是做在职训练啦，那文官学院是做比较是高普考或初等考进来的基础线，这是它最大宗啦。其实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们是人员一进来考试完以后，他们就要训练，是由他们训练嘛。对，没错。但是你们训练是在职嘛？对。但是其实里面的课程也好，里面的分工也好，其实看起来你如果仔细看你们的那个，其实差距不了多少嘞。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不，训练机构基本上主体是坐着。不过我想跟文包，我在新的学院里面，我就加了一个，我希望这个学院也有做一点跟公务人力资源管理跟发展的研究。这个概念不只是研究了，因为如果当时要区分的话，在职的有不同的训练呐，应该是更多实力的训练呐，更多实力的讨论呐。啊，这个是、哦、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实务上的操作会是这样子。对，老实讲哦，这两边的课程哦，其实区分哦，你仔细看他的课程区分也不大，区分也不大。我两边拢去上课啦，我知影啦。啊，只是今麦拢无来邀请我。哦，没有。我两边拢去上课，足清楚嘛，这两边都差不多嘛。因为立委我们就觉得比较，对啦，我也认为不适合哈、哦，我也认为不适合。适合哦、那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个，我们如果成立所谓公务人力发展学院，这个跟文官国家文官保训会所属的国家文官学院，它怎么区分？有没有办法做更清楚的职权划分？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最在意的还是整个国家的这个考试任用全序保障训练，设所有的概念跟人事有关的，就是第一个部分一定是先考进来嘛。那先考进来，这个谁在做？考选部嘛，对不对？那考进来以后，第二个就要干嘛？就要训练嘛。现在是由文官学院在训练嘛。对不对？是。那第三个是他开始任用了嘛？任用就分到各个机关、哦、然后全局部就看他怎么全序，那你们人事总处就看他怎么任用，对不对？好、哦，那第四个部分就是，遇到问题了啊，可能有保障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考试任用保障训练，好、哦，这个其实整个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整合，才会让我们的人事的部分能够非常清楚，这个才是未来的重点，没有错吧？我们今天只是谈。我们今天只是谈把公务人力发展中心跟地方研习中心合并、哦啊、但是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不是，所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永远都是一整套的啦，懂、哎、当然是一整套，这你来行的嘛，啊、你也知道我给点八卦啦、哦哦、我多少懂一点点，我只是跟你就教啦，来下一页。那所以其实在我的想法里面、哦、在我的想法里面、哦、我要讲清楚、哦、我是立法院里面主张废除考试院主张最厉害的一个委员之一啦、啊哦、那我过去也在考试院待过了，了解、哦。那我的理由是这样，就是有关人力资源的部分，我们应该做一个有效的整合。所以未来废除考试院以后，我们应该把人事总处跟全局部混在一起，合并变成人力资源部。那至于说考选部跟保训会，他们一个做考试，一个做训练跟保障的，他们两个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独立机关。那人事长认为我这样的看法如何？这个应该会涉及修宪的，不便修宪的课题，这是修宪呐，对了。对，那修宪，当然是我们立法院在处理了。对，没错、哦。但是未来我们要让我们的人力管理、人力资源的部分有效的运用，第一个一定要把这些机关做一些整并，因为二部一会在考试院，然后人事行政总处在行政院，然后两个还要会衔。那以你来讲，你人事总处的人事长，你还要到考试院列席，对不对？对，你不是出席，你是列席。我是列席，列席呢。所以人决定的代志，你也袂使讲话，啊，举手你也袂当举。哦，如果说现在在讨论年金，听说考试院最近快马加鞭，哦，年金已经快审完了。
因为立法院很凶，所以他们现在审完了。哦啊，审完了以后啊，哎，请问人事长意见？不，对不起，我列席，我不能讲意见。这很奇怪啊，很奇怪啊。所以其实人力要有效的运用，是我们把现有的部分做一个清楚的整合。我赞成把全序部跟人事总处做一个合并，变成人力资源部，然后把考试院废除以后，考选部跟保训会它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机关，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机关，它就管考跟训，还有保这三个部分，哦，那其他由交由人力资源部做有效的运用，包括未来所谓政务跟常务的比例分配是多少，哦，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解决问题的帮忙。哦，那当然你不便在这里表态了，哦，我也不强求。来，我们下面。那其实，哦，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行政院组织改造的问题，哦，这个是人事总处的业务吧，对不对？对，哦，现在是，啊，我记得很清楚，我总咨询的时候我还问过林权院长，他说就交给我们人事长了，哦，就是交给你了。好，哦，来，我现在请教一下人事长，哦，有关2010年的行政院组织改造，是不是还有一些部会的组织法没有完成修正？是，大概还有七个，六个到七个，对，就这里嘛。对，没错。哦，所以当时的21条定一个，我们要到民国107年的1月31号为止，就是所谓的暂行条例。哦，就是这些还没有改的，我们到1月31号为止，哈，到107年一月，也就是2018的1月31号为止，暂行条例就结束了。好，哦，也就是说在2018的1月31号以前，这些都要处理完，欸，是不是这样？是的。如果根据现在的法律，哦，来来来，啊，这个就是我担心的。来，下面过去没有过的，包括内政部，包括海洋事务委员会，这个已经暂缓实施了，包括经济部、能源部，哦，包括农业部，包括环境资源部，包括交通建设部，哦，那内政部组织法其实最大的问题现在已经克服了啦。哦，现在已经克服了，现在只剩那个私密道路的怎么处理而已。对，哦，那其他部分已经克服。那但是海洋事务委员会、经济能源部的问题、农业部的问题，农业部最大的问题在林务局嘛，对不对？哦，然后环境资源的问题、交通建设的问题，哦，那还有我昨天提到的，哦，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国土安全部？对，哦，那所以来，我请教人事长，这些你现在的规划是怎么样？各位报，我现在的规划是我已经逐步在进行每一个，因为我们大概找出几个核心的一个课题，我们核心的课题再跟外界再多听一些意见，然后我想，我自己希望把它设定到在下个会期以前呢，我一定要再完成在行政院内部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因为时间很赶，一个规划，因为有一些时，我在这里提醒人事长，这个要注意，就是说我们除了外部，我们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啊，到时候因为这些组织法都还是要到立法院，没错，没错，也来听听立法院的意见，可能我们的招委的段委员很有意见啊，可能我很有意见啊，可能其他委员很有意见啊，我知道，而且他们就针对个别有意见，所以如何把它处理，如何把它整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是的，好。过去的2010年的行政院组织改造，我认为是胡搞一通啊，就是乱凑，东凑西凑，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好，哦，那这个乱七八糟。那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补强，我们民进党政府到底要怎么处理？那这些个概念跟我们的一项的主张是什么样的？如何吻合？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目标了。好，哦，这个提醒人事长。好，谢谢。下一页。那这里我们提到一个问题，三级机关可不可以运用政务人员？三级机关的首长可不可以运用政务人员担任？我们目的是要让人员可以弹性的运用，然后政务常务可以双轨制。这个是过去行政院提出来的吧？对对，你们在行政院3527次的会议里面有做这个决议，而且做这个决议以后会先到考试院，对不对？对，啊，会到考试院，然后考试院来，我请教。你参加考试院，你是列席人员。考试院针对三级机关的这个政务首长，哦，可以由政务人员担任。这个讨论过多少次？应该还没有正式讨论，因为目前还在三级半当啊，还没讨论哦。应该是这样讲，那个一月份先送到全序部，然后全序部在一月底的时候就正式送到考试院嘛。考试院，就考试院都还没有讨论。那考试院因为最近真的是在忙那个年金改革委员会，所以他已经交付立法院，有给他压力，他就做。考试院已经正式交付给他压力，他给他做全院审查会了。
那我看哦，下回这个立法院再给考税一些压力好了。就他已经送交给全院审查委员会，那我想在年金改革这个他们现在处理完的以后，应该就会开始有啦。昨天把这当优先啦。人事长，昨天考税院秘书长特别来找我说，年金我们在这个礼拜就审完了。对，我们很快的审完了。好、哦啊，那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啦。好、哦嗯，那考试院做考试院该做的事、嗯，但是这些其他有关我们的人事任用。所有的官箴的问题其实还是在考试院，考试院应该负起他应该有的责任。哦，这个我们要注意。来下一页。好、哦，那还有要不要增加政务次长问题？包括我们现在的内政部、交通部、经济部那么大的部会，可是都只有一个政务次长。没错。哦，这个我们也是同时提出去的嘛。哦，我们也是同时提出去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我们会继续来督促考试院赶快把这个东西审查完毕，然后才能够。架构好，然后我们整个未来行政院的走向、行政院的组织，这个人事长你要多花一点脑筋。我跟委报，我想考试院已经真的，我想他们有告诉我说，年金改革完，他那全院审查委员会就应该会列为优先来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我们都尊重考试院了，哈、哦，尊重考试院，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赶快做，然后整个行政院的组织这个架构要非常非常清楚。哦，麻烦人事长，谢谢，谢谢。好，谢谢李委员，谢谢人事长。我们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主席，我们请任事长，是任事长。任事长，你好。委员好。今天我们也要审查关于这个行政院，这个人事总处相关的组织法哈、哦，主要就是要把两个中心合并，对，成为一个学院。学院哈、哦。对。中心合并之后。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我想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节省人力还是精简？我想精简本身就是一个效益了，会吗？会人员会精简吗？对，因为我们两边现在本来编制员额加起来117位，那我们新的学院只会剩下91个哦，编制员额，所以已经就少了20几个。那内部两边现在两个中心加起来大概有12个内部单位，那新的学院只会剩下7个。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其实比例算是蛮大的啦。那学院的院址会设在台北，就是原来的一个中心，对，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人力发展中心，对，好。那另外那边的中心呢？另外那边当然它的功能还是继续，业务还是会继续推动，因为等于是一个是还是会使用啦，一个机构，然后是两个地方，两个训练的一个场地这样子， okay、对。好，这个昨天我们也审了关于这个所谓资讯处啊总处好、哦，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有时候要增加单位，好、哦、啊，有时候要精简合并单位了哈、哦。这个组织法也有精简的，也有精简合并的啊，也有新设的哈、哦。那因应新的时代的。面临的要求，或是时代的变革，有时候做这些组织上面的调整，这是很自然的，有的要精简合并，有的要新设，设出来，这个主要是因应变革，那提供更对民众更好的服务。不过这个过程当中，通常啦，要新设单位，大家都比较会正面的去看待啊，要被精简哦，通常会比较困难的哈、哦。这个在很多的部门呢、哦，我们都看到同样的情形啊、哦。比如说像学校啊、哦，学校是最明显的。是。有的地方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或是城乡差距的关系哈、哦，学校教育部有定一个办法，就学校总人数，好、哦、总班数低于多少就应该要。财或病，但是通常做都不好做哈，因为有民众的需求啦、反应啦、种种啦，所以财病哈不好做了。但是新设呢又必须啊，哦，像我如果人口成长很快的地方，以
小学国中来讲哈，这个学区就读哈，你不给他设新的学校，就明明就旧的学校容纳不下去，那就一定要设，那大家也会极力的争取。但是要才要病的地方哈，收不起来啊。这个是不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政院组织法人事这个组织精简的过程当中，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想委员在地方政府服务的经验非常丰富啊。那事实上，每次跟委员请教都提到这个事情，这确实是任何在做组织改造或者是组织调整的，大家都喜欢新增嘛。嗯，一合并呢，就一定会碰到这些问题，那我们就要努力来做沟通说明跟克服啦，应该是这样讲。理性的看待哦，应该就是该新增的要新增啦，该并合并的。我们一直都希望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对。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就要来从整体检讨一次，就行政院这个人事组织再造到底达到什么样的成果。我想本席一段时间就会来跟你请教一次，到底成果是这样，就新设了很多，然后要计划去裁并的结果都没有办法做，会不会有这种情形？结果越做，这个组织越庞大。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提了这两个案子，其实在概念上并不是主改，因为以人事行政总处已经完成了那个行政院主管的主改，只是当初。几年前在主改架构就还是维持两个中心，所以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做就是定期检讨，觉得这样两个运作好像不见得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再做一次呢，做这种调整，所以其实就是在做这种不断定期检讨一个事情。好，这个算是业绩了，算是不错了。今天这个组织法，当然我们这个是会支持的。好，另外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行政院的三级机关首长要政务任用这件事，你的看法怎么样？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我觉得在台湾的这个实际上政府的运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运作，是有它的需要性的。因为中、這個、真的是有它的需要性。我希望你是能够很用客观的角度不要用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政务任用有政务任用的优跟缺点，没错。政务任政治，每个国家的制度他新上任的政府能够任用多少政务人员，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了美国好像就是可任用的政务人员的数量是比例来讲是相当，中央政府来讲，那大概有几千人，是三四千人，所以算是多的了哈。但是有的国家就不一定这么多，再少了大概都是100多个啦。是，你看这个，所以差异很大。200个。我说我要你希望您能做的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客观的评估，衡于台湾的所需他台湾的这个整个状况，还有我们的文官体制他到底他能不能发挥这个三级机关首长，到底文官体制的系统他。让他发挥到底有什么优点跟缺点，都要清楚的讲出来。政务任用会有什么样的优点跟缺点，都要能够有一个全貌，让大家来做评估，让立法院这边也可以来做评估了你因为这是你的专长你要提供不同角度的优缺点都呈现而不是。上面这样希望这样做你就跟着这样做，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了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在提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委员刚谈的重点，真的都是我们务实的去讨论一个重点，就是一个民主政治下一个中央政府运作，它一定有它一些治理上，就是说政务治理的需求。另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传统上做的就是都是由文官来做这个领导的一个方式，那这些。做一些权衡完以后，当各自有优缺点，所以我才刚刚讲是说，我们真的是非常务实的，希望就是说，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提出这样一个法案。那到时候到大院的时候呢，我想这个优缺点，我想当然都可以做好这个。目前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你们这样的评估，因为我们还在协商，就考试院的会商过程。还没有真正，那边没有完成。Okay. 完成了，我们就会送到这个立法院来。希望到时候你除了说，法案本身要改的项目条文，
好数量之外啊，要做评估报告，优缺点的评估报告，这个才能让我们做客观的判断。好，这个拜托你啊，谢谢。是，谢谢委员。好，谢谢林委员。我们接下来要麻烦游委员好了，好不好？麻烦一下。下一位，请段宜康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们，请任市长。任市长，请。委员好，任长，这个我们今天要审的法案是要把发展中心跟研习中心合并嘛，哈，然后合并改制了。那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南投。那当然他们分别都有历史的渊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过对于公务人员的在职培训其实没有成效、或者成效不彰啊，也不是今天才这样。我们看到103年行政院有一个行政院所属机关及地方机关公务人力培训推动方案，那么里面有检讨到现况，提到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缺乏计划性，然后最重要的是训练成效评估机制，就是评鉴的机制没有建立。那我们现在如果照现在的方案，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组织法其实非常简单的5-6个条文而已。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可能是因为训练资源没有做最有效的运用，现在如果把它合并起来，说不定会比较有效。但是呢，对于相关训练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缺乏计划性，跟没有建立评鉴制度这一点，我们并没有看到人事总处的计划。当然，这个有可能在组织整并之后，你们才会提出来。不过我相信以您的能力应该会有一些构想。我们其实比较期待的是除了资源跟人力有效的运用之外，对于课程、对于到底、对于文官的培训、在职培训，有今天现在这样的缺失，未来你们会怎么做？我们希望比较看到有计划的说明。另外，对于105年人事总署委托台北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是刚才我讲的，对于发展评鉴的研究，里面有提到，他对2个中心的训练班分析啊，有发现以下的问题。这些以下的问题，其实都包括在103年行政院的那个计划里面，缺乏各个课程。缺乏具体的连结关系，然后呢，差异性不大。比如说中阶跟高阶的公务员的课程其实差不多。那其实公务员的专业，我们期待他们要有的专业，或者我们期待他要有的领导能力，其实差异性会很大，因为每一个职务或者每一个部门，他们所负责的业务差异性很大。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怎么样对在职的公务员，包括他们在专业能力，包括他们的领导能力，包括跟社会沟通、跟人民沟通的能力，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加强，就会回到一个问题：除了事先的计划，除了资源的有效运用之外，非常重要就是要建立评鉴。那要建立评鉴，我也知道，包括这个保训会也有提出，他们觉得应该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评鉴制度，包括在行政院或者说你们委托的研究，你们既然会委托研究，表示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你们对评鉴的制度的建立现在进度是什么？如果照你们本来计划是今年6月要建立，我跟委员报告，我想
刚委员谈了一些重点，对我们的期许真的都是蛮重要。未来，我想我进来以后呢，其实不光是在想要做整个中心的整并，其实对未来的一些怎么样进行一些有更有实质内涵的管理性，或者是比较是领导性的一些训练或者是培育呢，是我们内部已经有一些新的一些架构。以后有机会再跟委员做报告。那至于说，做这种培训的，因为培训跟训练比较不一样，培育比较是要长期性的，训练比较是我来，我可能教导你一些专业，马上可以上岸。那培训的一个发展瓶颈，目前这一块东西，我们还是就是像那个李俊逸去演讲这种听演讲的。不是，譬如像说有一些新的法令出来，你可能要熟悉很多新的一些专业一个智能，不是不光是听演讲了，发展评鉴这个事情确实难度高，我必须跟委员做一个这样一个报告。因为评鉴的东西，如果想要评鉴，是说，你来这边玩以后，然后你真正有没有学到东西，这个东西学完以后有没有回到机关里面去使用，或者使用了以后是不是能够真的帮机关工作能够更改变，这是我们不同层次的一个评鉴。那这部分我们努力在做，前面阶段应该都努力在做，只是后面的阶段呢，我想我们还会。在想办法说怎么样做得到。你们有一个要严定行政院所属机关及地方机关公务人员训练进修与在职培训评鉴作业要点。那根据你们的这个研议的进度啊，我就说到今年一到六月，要订定行政院，你们要征询这个。专家学者的意见，对对，要严拟定定我刚刚讲的这个要点，对不对？对。然后呢，到了七月以后，要定定评鉴相关的执行内容，包括评鉴指标作业期程跟管考作业，并示范推动。也就是说，今年六月这个要点要定出来最晚，然后七月之后要去定具体的，包括评鉴指标。还有管考作业内容还要开始试办，所以我刚才那个问题跟你请教了。我想六月定得出来吗？其实目前因为也涉及到这个两个中心要做一些整并，所以期程上真的可能会稍微再往后延啦。大概延多久？我想是不是如果说因为中心如果如果顺利能够通得过的话，大概会是在如果今年的上半年或者是。七月以前如果顺利可以完成中心这两个比较大业，我想我们下半年会来做这个事情。我的建议啊，当然情势有些变化，对，你们应该要去把这个办理的具体的期程啊，应该要重新再去做一个修正。是的，而不是这样子含含糊糊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好，那我也知道你们如果要办理评鉴的话要花很多钱，没错，对不对？对，这我知道。那我也不希望你们去画一个大饼，那你实质上其实是做不到，那你反而都落空，因为我那个大饼太大。我既然这个大饼太大做不到，那我根本连擀面都不要去擀，对不对？对。那你如果这样，那你就评估你到底可以用的资源是什么，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你就应该在。这个中短期应该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指标？那你把评鉴制度要不要摆在更远一点的未来？哦，那往这个方向去推动，我觉得这个要符合现实啊。你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质询了，你就重新去定一个计划，说这个叫我要去定出这个评鉴作业要点啊，我把这个时程摆在两年之后，有可能两年之后你还是做不到。没错。因为你预算你没有办法有那么多预算，对不对？对，所以你应该要去评估你现有到底手上有多少面粉，要做什么样的点心你做得出来，你未来你可以分配到更多资源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你如果今天这个初期在这个阶段可以做出一些成果，一定会有助于你去争取更多资源，对不对？是的，是的。好不好？我想我要再重新再做检视这样一个计划。所以我的具体要求，你既然现在这个计划定了要今年六月，你做不出来，就请你在今年六月之前，你重新去拟一个期程。好，
今年六月以前，麻烦也顺便给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一份，好，让我们知道你们重新去定的期程， 好不好？好。那么另外，对于刚才这个吴志扬委员跟林文忠委员所关心的这个三级机关的这个首长的资格的问题哦，那其实修法我提了，那这个不是我们套好的，因为我修了法之后，这个市政市长就赶快这个跑来找我说你们也有这个计划，而且你们要把这个任用的这个放宽的这个数额啊，要定一个上限。我本来我的想法是三级机关全部都解禁，因为对我来说啊，我们要求常常要求专业，但是并不是考试出来的公务员，或者是在实质上的业务曾经经过历练的公务员，就代表具有一些三级机关它有特别需要专业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办法透过在文官的历练有办法得到那个专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很多三级机关它其实上是具有政策性质，它的政策性质非常的强，在这种状况之下，它其实这个三级机关的首长他肩负着政策责任，我们要求文官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其实是太过沉重。所以如果只是把它解释成啊说要分赃啊，或者要解释成说这个首长任命啊是对文官制度的破坏，我觉得其实不但是误解了我们当初提这样的一个修法方向的本意，其实也对自己再度执政是没有信心的。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游委员替我主持，我们接下来请钟孔照委员。好，主席，有请处长，总处长。林市长。好，委员好。好，在座各位同仁大家好哈。我想我们今天就针对人事总处的业务的一个概况啊，也做了一个简单扼要的一个报告。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解冻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公务人力发展组织法的一个草案。那这个草案大概就是针对人力中心跟研习中心两个未来要合并，也就是我们讲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啊跟国家文官的一个学院，是不是要做一个整并？对，啊，这个准备，刚刚李委也特别提到啊，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对于在职的一个训练，啊，另外一个是原来是对于所谓的新进文官的一个准训，所以是不同业务类别有所区隔，啊，原则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隔，那因为刚刚包括这么也有委员提到啊，对于这个在职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培训啊，最主要是希望让文官能够在任职期间啊，能够多学习更多啊不同样貌啊，让自己更有成长学习的机会。但是这一个学习的机会是作为他未来的一个升迁的机会嘛，所以你们有分了一个叫做指派的嘛，因为我自己从行政体系上来。常常会收到人事总处那边或者人事处那边要求地方主管机关啊，譬如我们劳工局还要指派两个好，啊，要去什么受什么训练，这就是指派性的。另外一个是学习型的，也就是由在职的这些的文官同仁啊，由他们自己去选择啊，他可能有些人喜欢西班牙语，他就去报名了西班牙语。但是这些都是未来作为他的积分点，这个积分点都会做成他未来的升迁的一个加分的一个，对他来讲是有一个帮助。但是这个学习点发现有很多是跟他原来职务是无关，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多元性的一个学习。但是会变成有很多的文官朋友，啊，他就想透过这个学习不用来上班，他就到人力中心。啊，去一个礼拜十天，啊，甚至更久，啊，有些甚至要退休前，他也想说，反正要退休了，前两年多学习一些，
只要有什么学习型的，他都报名。那、啊、主管机关，啊，主管啊，放也不放，他、啊、不放好像又对他不好意思。他、啊、面对这个问题，人事总处怎么去做处理？我想牵扯到他未来的升迁，啊，有些事甚至他准备要退休了，反正我过两年要退休了，我就趁这个机会，我想有办训练我就去。啊，各位委员报告，这个我想您在这个实务上都很了解，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已经在重新在做检讨。我们鼓励学习，但是是要应该聚焦在跟业务上相关，才会计算到你，比如说我们要升迁的时候有那个点，我真的有碰到那个时数，以下的同仁哦，西班牙文也去学，只要有日文的他也跑去。那我们就希望他学了好多种语言，但是从来没有干过他开过口，所以我们以后就希望就是。只有跟业务相关的这个学习时数才计入那个升迁的时候那个时，对，至于其他你自我成长、自我学习，你如果有时间，当然是蛮好的，也是一种学习的一个活动的方式。只是说，既然这是一个训练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聚焦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这个是我们已经改变的一个方式，准备要这样子，事实上是确定要这样走了，确定是要往对，已经有正式用这种一个制度。我想一个公务人员的一个发展的培训啊，包括未来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整编啊，包括刚刚人事长也特别提到啊，未来办公地点在台北，但是南投中心新庄还是保有，最主要也做了一些的人力的精简的一些计划。是的，最主要是要把它的组织合并之后，让它的功能性更能够发挥，也能够让它的啊整个行政架构。啊，或者他未来的训练机构能够效益发挥的更大，所以要把它整编。那如果是透过这种方式，我会支持了、啊、哈，我会支持这种整编的。谢谢。毕竟在整个过程当中，组织太庞大，啊，有时候会显得头重脚轻。嗯。啊，有些时候在纵向联系上啊也发生了问题。对。啊，或者在训练过程当中，有些的业务是有很多的重叠性。嗯。那怎么样让效益发挥的更大？啊，其实透过人事总处这一次的一个整编，啊，接下来一些的组织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于人事长的责任也非常重大哈。是，因为除了之前的六都改变之后的一个人事的规划啊，接下来有一些的组织法也要做啊，不管是未来环境保护。环资部吧，环境资源部，环资部，包括交通部，包括经济部、组织部等等，这些部位未来的组织都要做重整。就是根据，因为这已经是现行的这个行政院组织法已经通过，那根据这个现行的行政院组织法，这些部会还没有完成立法，我们都还是要努力把它完成立法。所以未来你们的责任，这些的组织法都会回到。因为他的组织内部的规则、人事规则编章都会送到你们那边，包括他的职等。对对，所以未来你的责任很重。就是总处的同仁要多忙。总处的同仁要多忙，但是带领之下应该看得到期待。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另外一个，我想跟人事长讨论的哈，因为公务体系其实刚刚叶委员也特别提到，除了承揽包商之外。或者从透过业务会里面去承揽人力啊，包括公务人员底下，除了正式公务的文官底下啊，包括了所谓的派遣人力，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啊，当然也有所谓的临时人力，也就是说这些的非典型人力几乎都已经纳进了劳基法，但是我们疏忽了一块，啊，就是我们这十几年一直在讨论到的，啊，包括有时候碰到。人事长，我有跟你提到啊，这些的约聘雇人员，你看从这些非典型能力，包括临时能力，这些从1996年到1997年的时候，全部适用劳基法，但是对于这些的约聘雇人员，他只有人事总处的约聘雇人员的禁用管理办法，但是他又不适用劳基法，但是这一群。却受雇于政府，他可能约雇，虽然讲说是一年一聘，大家都来自行政主管机关，在座的各位，你们约聘雇人员有没有超过20年以上的？有啊，很多啊。有。那超过30年的也有啊。
但是这些业雇人员跟我们当时原来最大的宗旨不是这样吧？嗯。但是一雇之下就雇了20-30年。对。但是他又不适用，他又没有公务人员的福利，享有公务人员的福利，他又没有劳动基准法的一个保障。反而他们是比刚刚所谓的派遣人力，最起码获得临时人力，还有劳基法的保障，这些都没有。那人事总处怎么去看待这些人力？我想约聘雇人员在政府部门是一个真的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真的要严肃的来面对了。那我的了解应该这样讲，包括我的了解，好像考试院，因为那个聘用人员的法制是考试院，那约雇是行政院跟着这个了、嗯。那包括考试院我的了解是，目前好像也没有反对说，如果是属于叫做劳保或劳退这一块，就是把那因为他参与这一块应该是不反对了。当这些约聘雇人员被支遣的时候，他是连一毛钱都拿不到支遣费的。对，我的意思是说，可能目前的想法真的大家也开始务实在想这个事情，有一点点改变。但是就是说，属于劳保劳退这一块的一个概念，应该是会往那有倾向往那边走。那至于说在职的工作条件，我想这个委员这边是专业内行，就是说工作条件很多面向里面，是不是要完全适用现在劳动基准法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还在做进一步的一个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适用劳基法？我想这大概是约聘雇人员一直在做期待的。毕竟劳动基准法来对他们的劳动权益相关有保障，因为毕竟可能是一年一聘，或者因为工作当在让他没有安定感。对，但是他却是长期做一些文官在做的相关的一些的业务。那其实对他们来讲，我又没有这种公务人员的保障，我又没有劳基法给他的权益相关的对等、嗯、那对他们来讲永远处于不安定的一个状态之下、嗯、啊，甚至他们连工会法的组织权团结权都没有。是，所以面对的劳基法啊，面对的工会法啊，包括劳资争议处理吧，这个劳动三法啊，几乎他们都没有享有任何的一些相关的权益跟保障。好，那对于这一部分啊，请人事总处啊，未来也能够多考量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怎么样去协助帮助他们，在现有的法律结构还没有改变之前，有哪些的条文可以让他们更能够获得保障？就是用我现在的约聘雇人员的禁用办法来对，是不是那个办法来对？是不是有一些的办法，能够让他们更受到一些更有保障，让他们的安定、稳定在工作的情绪上啊？我相信对未来的业务的推动也会有所帮助。是的，好，谢谢任事长，谢谢委员。好，谢谢钟委员，任事长请回。我们接下来请王玉明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请任事长？请任事长。委员好。任事长你好，这个你在今天的业务报告当中哦，其实你提到说，你推动重要的业务第一点就是要精简机关组设及员额嘛，哈。嗯，这个是你非常重要的任务，但是本席就要请教你哦。我们发现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到现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呢，他成立了15个任务编组的机关，这一些机关可以说是平均每个月就会长出一个新的任务型的编组的机关，外界也称它为黑机关，因为它所有的设立呢。我想您作为这个人事行政总处的人事长，好像没有智慧的余地，说成立就成立了。蔡英文总统想要成立的，我想你也没有能力去挡，所以他架构了很多的组织，我们看到这边洋洋洒洒总共有15个。面对这样的现象，有符合您宣示您想要去推动的组织机关精简的精神吗？跟委员报告，我想任务编组不是机关，我想大
当然外界会称为黑机关，他基本上应该任务编组本来在基准法就赋予这个机关有根据业务的需要成立一个任务编组。不过这样讲，那个我想任何一个政府或者是部会，他在推动业务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去检讨他有没有需要设这个任务编组。那确实外界看到有些新增设，不过行政院也减少了其他任务编组，所以以总数来讲，我了解行政院所设的任务编组，其实从520到现在来比是减少了，不是增加。当然有些新增就有些减少，是这样一个方式在运作。因为这一些所谓的黑机关的设立啊，外界最不好的观感就是说，我们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评估机制，也没有任何的把关机制，甚至他可能已经违反我们中央组织法的精神了。你们在原本你们设立的原则是不应该再这样子叠床架屋不断的去增设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体育署上面架构了一个体委会，然后呢不当党产委员会说成立也成立了，前几天呢洗钱防治办公室说设立就设立了，好像政府想要用这样子以任务型为名要设置就可以设置，好像也不需要任何把关的机制，不需要立法院同意，什么都不需要。那这样子的情况不是变成为所欲为吗？另外一点，等一下要对照，对你让我讲完，我还有下一个我要让你看的图片哦。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蔡英文政府的乱象，黑机关现在有15个了，说设立就设立，不需要有什么法源依据，没有关系。但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令，因为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段宜康招委他排了一个专案报告之后说废止就废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洋委员会的组织法他在104年6月16号三读通过的，105年1月8号行政院已经发布了命令哦，这个海洋委员会组织法呢要7月4号开始施行，结果新政府上任之后呢，段宜康委员在司法法制委员会3月21号排了这个专案报告，当时是国会的多数，就是新政府还没上任，但是他们就运用国会的多数呢，就通过了这样的临时提案，然后要求行政院在同年的7月4号之前，6月30号就发布了命令，然后暂缓实施，海洋委员会成立宣告终止。就本席所知，它是施行日发布命令，然后停止。但是这个组织法还在，本席要请教你。那像海洋委员会原本都已经通过要上路的，然后就磕一个立法院的临时提案，就要求行政院，然后就终止了。所以到底标准在哪里？而且就本席了解，从去年3月提案通过之后，6月30号发布到目前为止，对于海洋委员会何去何从，要不要继续往下运作，这个变成是晾在那里啊，本来是预计要上路的，结果它的施行日被废止了。那这个组织法还在啊，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我可不可以请任市长解释一下？那海洋委员会它现在到底算什么？是要未来会被实现的一个组织，还是说当时提案包括我想段兆伟在啊，当时他就说配套没有做好，你是要把它废止，还是要想相关的配套？怎么会有一个？立法院已经完整三读通过法令，然后你用一个行政院的命令，然后就把它宣告这个暂缓实施。到底海洋委员会要怎么何去何从？任市长，您可不可以发表你专业的意见跟看法？各委员报告，我想整个海洋委员会的组织法现在还是有效，是啊，但是他没有实施，是因为他本来那个，但他没办法上路啊，就是要用行政院一个命令定制。那我想刚开始有个命，但是因为新的政府重新做，那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大院有一些给我们的建议，所以我们就纳入呢这一波。我想在下一波的这整个行政院整体组改里面呢，一并来做思考，说未来整个海洋专责组织到底要怎么设计的一个方向。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想法，目前我们在讨论中，所以已经很久了。你们的方向是什么？在跟外界继续这个到底要设还是不要设？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吧。我想这个应该它一个专责组织，有外面有两种想法，一种说继续还是维持海洋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架构，但是它这个架构即使是委员会下面，应该是什么？有哪些三级机关？还是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另外，有人我想院里面也有一些委员也主张说，我要不要考虑设部，不要用委员会。所以我想有，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方案，
再进来。那我觉得我们用这样来看待它，就是说这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本来有一个想法，后来呢因为有不同的想法出来，那行政院很负责任认为说，哎，而且我们应该再把它纳入在主改的范围里面，再做一次通盘的一个讨论。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本席要点出来的就是说，现在是新政府在执政的一个比较荒谬的现象哦，好像还蛮随性的。我喜欢的都可以，只要我不喜欢的，我也可以把这三读通过的法令，反正你说你七月十号要上路，我就在你之前把你挡下来就好了。本席认为啊，这个有关于整个组织架构的事情，它应该从过程就有很细腻的讨论跟思考，绝对不是在最后的一刻你才出来踩刹车。如果是这样，就代表你前面的整个修法的讨论是没有一个很充分的思考的，是这样吗？还是只是因为委员个人的意见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接下来你还有很多还没有完成。我想应该这样讲。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我想应该讲不是委。我来看下一个。组织调整进度这么的龟速，我刚刚是举海洋委员会为例。如果你是这样子反反复复，然后现在整个到目前为止，从去年你施行日废止到现在，还拿不定一个主意，我要问你以下的这一些组织调整是不是遥遥无期？因为你举棋不定啊。不会遥遥无期，不会遥遥无期，因为那你的时间点什么时候完成？根据暂行条例是在明年一月会失效，那我们一定要努力在暂行条例失效。所以你还没有完成组织调整的这一些，都今年年底会完成吗？是这样吗？环境资源部、农业部，我们会把法案送到这个立法院来。什么时候送进来？我们预期大概希望在下个会期的时候呢，能够把它送进来。下会期才送哦。对。那这样来得及吗？我想我们送进来，我们就努力跟所有这个院里面的这个大院的委员做不断的沟通，希望能够还是如期完成。好，接下来呢，我希望你们可以加快脚步哦。如果这样反反复复，这个对未来主改完成的信心，本席也是要打折扣。接下来外界批评最多的就是说，这个新政府上任之后，要把这个三级机关的首长哦，变成政务常务这样子双轨制来并行哦。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考试委员的意见哦？这边本席列出来几位考委的意见給我們的市長，是个别委员有一些跟我们指教，你有听到了哈？对。那特别是其中这个蔡良文委员，他提到就是根据美国的研究啊，布希政府时代，他曾经对于政治任命跟常任文官所主导的联邦机关绩效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常任文官绩效是比较好的。我跟委员报告，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意见？我跟委员报告，这方面我算是专业的一。所以他有说错是不是？他没有说错，他引用的是一个文章报告，文章的研究。那文章本身的方法、跟取样的方式、跟操作的方式，我想融会有不同的一个意见的。我只能讲是说，确实是有一篇报告，一篇研究报告是。一篇研究文章，那你自己的观察呢？你是认为台湾的文官的绩效会比政治任命的差吗？是这样吗？我想我们在讨论三级机关的政务首长是不是要用政务首长，这有时候不是用绩效的角度来看，他即使在回应其他的，因为他是负责比较重要的政策任务。政策的一个，但他上面还有次长啊，还有政务次长啊，你忘了吗？是的，没有错。但是我想，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运作方式，机关是。我想我们在政府的运作里面，三级机关实际上就是组织法就赋予他这个任务，所以我们希望呢，属于这一类型很少数的这一类型的机关呢，有机会呢，我们可以给他用这个政务任命。你说哪一类型？就是属于他的他业务属性是属于比较负责政策研议的性质比较重的。比如说，现在在你的口袋名单里，什么样的单位是属于政策？我想现在没有，因为我们只是先谈这单位。譬如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现在定案了没？分析现行的就是健保署，就是这样一个模式。那健保署想想看，他所做的一些决定攸关全民，那他的但他有健保委员会啊，这不是署长自己说了算呢。我想基本上还是理事长，你要理解我们整个健保体制的架构。我了解，健保会才是做决策的单位，不是我们健保署署长。我想健保署基本上在过程里面一定扮演非常非常重要。我理解他上面有一个健保会在做收视，署长个人没那么大的权力啊。健保会的成员还是多元的组成，邀请社会各界的人士，我知道，好不好？所以本席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哦，我是希望我们既然你是人事行政总处的人事长哦，尊重文官体制应该是你
该有的一个态度。是的，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一定有把这个因素纳入进来。所以，有关于三级机关首长，你们要政务常任双轨制的这件事情，外界的声音批判的也很大。我希望人事长可以听进去哦，不要只是受到有一些可能是委员或者是某些人的主张，认为说最好通通都把它换成，都把它换掉。换为自己人所用，这是不可以的。文官体制是中华民国我们长治久安非常重要的体制，它只可以被强化的更健全，但是不容许被破坏。我们是同时在进行。好，谢谢，谢谢王玉明委员。我们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哎，这边，好。沿这边逐级分法。郑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休息五分钟哈。好，好，主席、各位委员啊，有请主委来，请人事长。人事长，是人事长。好，委员好。人事长好。我刚特别把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哈、这个第二十条给我们主委人事长哈。我因为上次哈、在这个地方曾经质询。有关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及处理委员会，这个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条的第二项所明定，政府为办理原住民族土地的调查应该设置这个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及处理委员会，而且要以另以法律定之哈。结果我们人事行政总处在今年的一月十三号，回复给本席以及我们的相关的部会哈，相关机关，这个回复哈、完完全全违反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第二十条的第二项。我们蔡总统在八月一号，就去年的八月一号，他向原住民族道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蔡总统说：“我们有非常进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但是普遍没有受到政府机关的重视，因为原住民族基本法已经实施十二年了，但去年的时候是十一年多，所以他向原住民族道歉。因此啊，这个今天一月十三号，人事行政总处的一个回复、是完完全全违反了《原住民族基本法》，而且，对于蔡总统的道歉，也没有重视，因为你们的回复是说，因为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已经达到最上限，委员会的数量已经达到最上限，没有空间了。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呢，是真的没有空间吗？因为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及处理委员会它是一个类似像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不当国产处理委员会，这性质完全一样，所以可以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条的第二项。你可以设独立机关这个可以设独立机关。我也曾经跟我们的段昭伟提过，这个其实是跟不当党产是一样的，因为是在1947年台湾省政府定了一个办法，就是这些被台湾总督府收为官有的土地，也就是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的土地，被日本政府、日本总督府收为官有的土地，一概概不收回，概不发还了，概不发还，不发还给我们了。台湾省政府在1947年，都是台湾光复以后这符合所谓的这个民进党所提的转型正义的时间点之后。所以这个部分呢，何况又有延基法，何况又有延基法，所以这个部分呢，人事长是不是能够重启，收回你们这样的一个主张，
能够依法，蔡总统说延基法要重视，要落实。蔡总统的原住民族政策里面哦，蔡总统的原住民族政策里面就有提到延基法第20条的第二项，就是要成立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及处理委员会，来处理原住民族的土地的问题。理事长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进行？好，我想跟委员报告。我知道，原住民的一个土地的一个议题，跟需要目前也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那是另外一回事。也为了做这个事情，自然也需要做一些调查，一些工作。这个应该是当初立法的那个逻辑，应该是这样一个方式。那我想，我们目前的会给委员做这样一个回复，主要还是在认为，就是说原民会本身里面可能也有相关的处哈，也许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不过刚刚委员提到说，如果从要定位它是一个更是独立性的一个概念，我想这个可能我们再来做一个思考看看。不是思考，要依法办理啊。对，要依法办理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条第二项规定的很明确吧？对。啊，为了怕你听不，因为我的发音可能不是很清楚，为了怕你听不清楚，所以把文字条文全部放在你桌上了，可以吧？好，这个希望这个人事长赶快做哈。另外哈，就是有关原住民族的相关的这些就业哈，在你的报告里面都有提到了，但是做得不够，为什么呢？蔡总统的原住民族的就业的政策也提到，要提供10,000个新的工作机会，10,000个新的工作机会，新的，而且是要扩大禁用，扩大禁用，你就必须要去突破。第一个最容易的突破的部分呢，不要修法，不需要修法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原住民族地区的中央机关了。我们原住民族地区很多中央机关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他应该禁用原住民 的相关的这些，我们就谈技工工友好了。技工工友不需要修法，只不过你的行政命令这个出缺不补，要由其他的机关来移拨。其他的机关移拨，但是没有了，没有可以移拨的，这些机关都一直要缴钱了，都缴罚金给，缴代金了，都一直在缴代金了，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就处理一下你的行政命令，像这种的需要缴代金的，你就让他禁用新的技工工友，而这个技工工友就是原住民。为什么他会缴代金？就是因为他没有足额禁用原住民嘛。所以像这样的非常简单的，是不是可以这个部分去去办理？谢谢委员的这个资料，我来了解这个状况，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来，请回。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谢谢。谢谢，我了解，我立功。好多一点。机关工作那个两个机关没有机会，也都有在注意。你讲的来的快。劳动。
好，谢谢，请就座。我们现在要开始开会了。好，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李立芬委员，李立芬委员，李立芬委员。哦，不好意思。我们请李立芬委员。主席好，麻烦请人事长。请人事长，谢谢。委员好。人事长好，嘿。人事长，之前我在总质询的时候有询问那个林院长关于我们辅导人力、专业辅导人力的问题哈，那特别是提到我们矫正机关的专业辅导人力，那其实之前我知道说我们法务部已经有屡次来申请要增加辅导人力的员额，后来我们人事行政总处这边都打回票哈，可是我最近听说好像有一些进展，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请那个人事长先说一下？应该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法务部矫正署确实有一个总人力需求的一个案子报到行政院来，是不光是人力，它也包括它业务未来怎么做一个大的案子。那我了解，好像行政院也刚就那个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讨论。那在那里面人力里面，当然就包括它的可能是管理员，包括专业的辅导人力。整个案子报到行政院了，那目前我们还在处理中了，应该这样讲。那这个未来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块的业务确实也可能是必须要务实的去讨论，所以我跟我的同仁讲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尽快找个机会就去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个状况。那收集一些资讯回来，我们再做一些评估。好，谢谢人事长哈。那在这边，我想要提出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矫正机关要的专业的辅导人力没有办法马上就所有就到位的话，我们如果要有一些比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方式来补充人力的话，我会比较希望就是说，我们第一次要去增加的人力，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在少年的矫正机构哈，包括少管所，包括少辅院，还有这些矫正学校。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这些机关其实最近哈，都出过很多的一个状况哈，例如说我们知道之前在桃园就有一个满姓少年，他就是莫名致死，还是说我们也听到在彰化的少辅院，他们也曾经是把少年就这样扣着手铐，然后挂在晒衣场这样子挂一整夜哈。那我是听说这是还蛮常见的一个处罚方式的哈。那我会觉得说，这个也是跟因为我们目前我们这些少年的矫正机关，他们还是用管理矫正的一个方式，像成人的监狱的方式在做这样一个管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专业的辅导人力进去的话，我相信可以增加，就是在这个矫正的系统里面可以多一点辅导还有照顾这些未成年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功能能够出现哈，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希望人事长能够在这个部分来支持增加这些专业的辅导人力。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还是希望我们同仁就尽快去了解这个状况。我想我们多了解状况，就自然越能够掌握这个讯息。那委员谈的包括说，如果真的需要整个矫正机关需要一些专业的辅导人，到底是应该优先放在哪些领域里面，我想这个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讨论。那即使说我们有需要人力，那就是说一定是要专业的，不可以是不专业，只是说这个专业到底是要由什么样管道进来，这个也是我们后续可以再做讨论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些专业人力要怎么用什么样的管道进来，因为我记得我在总质询的时候，那时候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继续再探讨下去。我记得那时候人事长就提到说，我们其实是可以结合民间的资源，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府揽下来做嘛，可以跟民间团体来合作。那我也赞同说，我们有一些工作其实是可以跟民间团体合作。我过去也是从民间团体来的，也是跟政府有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经验哈。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们可能还是要有几个原则要去考量。是
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委托民间去做，可是哪些事情我们一定要由我们的政府的专业人力去做。好，那我这边就提出来三个原则来给 人事长来参考。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专业辅导人力，尤其是社工，他所做的事情是具有公权力的部分，我就有以我对儿少比较了解这部分来举例。例如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家暴，好，家暴通报了，还是高风险家庭通报了，那这个是社工要去做家庭的访视，那这样子具有公权力要去进行调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那一定就是要我们社政单位政府的社工去做，那这个部分就不应该委托给民间团体，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牵涉到跟人民权利有关系的一个部分，那我这边要提到的是两个例子。例如说我们现在在法院，在所谓的法官在做侵权裁定，通常都要一个社工要去做一个侵权裁定的一个访视报告，可是这个的部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县市机关县市政府它是委托民间团体去做的。还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孩子要不要被出养，有一些父母亲他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照顾小孩，所以要把孩子出养出去，那这个部分是由谁来评估？我也是觉得应该是要县市政府的社工来评估，可是现在还是都委托民间团体在做，我会觉得这个也是不太适当的。那再来就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情形是民间团体也没有资源在这里，那我们的政府当然是更责无旁贷，一定要把这样的责任担起来。那我要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在之前开的那个记者会，就是南投有一个民间的安置机构，最近就是发生在机构里面有一个性侵害，集体性侵害的一个案件出现。好，那其实这个牵涉到的部分就是这些法院少年法院依法裁定要去福利机构安置的儿少，其实因为现在安置机构都是民间的，然后民间的床位可能也没那么足够，然后专业能力也没那么足够，以至于这个机构其实一直在超收，他依法只能安置19名，可是最高超收到106名，可是我们的法院还是一直把它裁定过去。那我想说像这样子民间资源根本都没有在，那这个部分我们政府当然是责无旁贷，一定要担起来承担的，有可能都必须是一个公社民营的公社的一个安置机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说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出这三个原则，希望人事长能够来参考。然后我们会希望说各个单位是不是在提出他们要增加社工人力这个部分，也能够按照这个部分去做区分。好，不要说所有的部分都要给民间，我会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要做的工作还是应该要承担起来。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建议，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还开个玩笑，这个我想这提供我们很好的操作性的一个方式，可以跟你要这一张投影片吗？谢谢。可以，好，谢谢。好，谢谢。这个谢谢任市长，这个李委员所提示的这个方向啊，要请行政院要去思考，因为这个我们把很多政府的责任呢、都外包出去了啊。这个有一些这个政府的责任是不可以委外的。好，我们请刘兆豪委员。啊，对不起，我们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请刘兆豪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请司处长，谢谢。请任市长。任市长，对不起。委员好。委员长，任市长你好哈，我接续刚刚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政府能够处理的事情上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想说有些事情我们要跟民间一起来合作，除了刚刚的收养的案件，其实不止这些了，我们很多案比如说收养的，或者是我们在各县市政府在审查建造，事实上也常常委托有些地方政府都会跟建筑师工会或者在配合，那也包括说有人，我们也一直有人在提议的，就是说我们在国际机场，比如讲说我们现在的安检都是由警察人员或者其他相关单位，就是公部门在做这个安检工作嘛，但是可能因为人力不足等等，所以它速度上可能会慢，所以有人的提议就是说是不是要请 有一部分是要委托民间来处理，然后政府只是站在监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包括我们土地测量，土地测量现在就因为我们人员上是有限，那土地测量案件很多，其实我觉得这是
每个单位都会遇到的问题了。那我想说，至于人事总处哈，这就以我们全国公务人员的主管机关跟一个规划的方规划机关，有没有办法在这部分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或者有什么想法没有，人事长？各委员报，这确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演变或者在进步过程，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议题啦。就是说，政府的业务越来越庞杂，有些业务真的有一些公权力的事项。那公权力的事项呢？全部要政府来做，我们又一方面不希望政府那么庞大，因为业务本身是会有消长的，应该这样。有时候搞不好是现在多，过一段时间又少。然后如果全部用就是说公务人员来处理，你这个人力调配上有时候会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实际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些业务透过法律的授权，它真的是可以委托给民间来做。那个我们现在基本的精神就是说，如果是属于这种比较高度公权力的事项，只要它有法律的授权啊，我们就委托给可以委托给专业的认证过的。那如果它没有法律的授权，原则我们比较保留了。我们目前的处理原则还是比较保留。可是这中间是不是我想这个我切割当然不是那么好切割，但是有些东西说处分最后一定要行政机关做了。对啊，最后的把关或过程的监督，过程前面那一个东西可不可以，就是说有委托外面来做助手？这是一个比较想的方式啦。这是一个大问题啦，就是包括我们在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啦。当然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大政府的组织的这样的生活经验的时候，我们看到公权力释放或者是跟民间合作，许多人会产生很大的问号，会不会当中是没有人谋不臧，会有不公平？但是我们常面对的就是说，我们全部要公务人员做，除非我们的组织只会越来越庞大，实际上是不可能精简的啦。是啊，但这里面有牵扯到两点了，就是说，因为我们长期的我们公务人员任用制度就是如此的固定化嘛，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从考试任用，然后那资格被保障嘛，这就是我们的形态就是这样，这是几百年的我们就是这样去用啊。那除非说我们将来虽然我们是维持这个公务人员在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公务人员所谓的公务人员的禁用，我们打破以前传统的观念啊，才有办法啊，就是我们有弹性的应用。也弹性的应用，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哈。那我们先回到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看今天你提出的这个公务人员训练，这个叫培力中不叫训练了哈，就发展学院，就是我们目的是要整合现在在南投就是旧的省政府嘛哈，还有现在的在台北这样的整合起来哈。对，那我们的基本的想法哈，这整合当然不是说只有在薪资上整合嘛，你基本的想法是什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基本上我想除了所谓整合是做组织精简以外，其实它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分两个地方，那中央就归中央的训练，那地方就一定要到南投，那这中间其实没有太多的中央跟地方的，比如提供平台的这种交流的机会。那比如像说透过未来就是行政院，我们这个人力发展中心其实比较做的是管理性跟政策性的一个概念，至于很多很细的专业性的东西，还是要回到各部会自己去做处理。我们不是包山包海，那属于这种管理性或者是所谓比较高层次的这個政策，或者是比较这方面，或者是一些价值面的一些政策价值的一些做训练或培育，这个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和交流，其实这是好的事情。我想，所以人长，我们现在就是说，好，我们这个公人员能力培力中心将来如果这个整个组织法案都通过啊，也设立之后，他是负责比较国家政策型的，但是他对象不一定是高阶的文官啊，可能主要是高阶跟中阶，就是说就是比较是大概我们会设定大概在多数是在九职等以上，九等以上这样多数了，但是有些跟部门他们直接掌管的业务就回到，去做比如经济部他有看到，比如财政部他自己的人力培训中心，对他有他就是业务比较业务比较细嘛，他就这样用一个培力中心，我们是不是？是要朝这样的方向去。是的，就像说财政部下面有一个财税人员训练中心，因为它里面一定会开很多基层或者是从事财税工作的一个同仁，他要严守的财政法令各式各样，他就是很专业的。经济部自己下面有一个叫做大概叫做经贸人员什么训练中心，他有他自己的专业。那这些比较部门专业，就是由各部会呢根据需要他去提供，但是有些统合性的，因为这个就由我们这边来负责。本席哦，就是说，当然这个草案我们当然会讨论嘛，哈，整个培力，我觉得好的
优秀的尽责的这样的公务人员是国家强不强盛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阶或其实公务人员都很高阶了，但是我们先用职等来分了，就姑且用这来分。但其实这里面是有城乡差距的啦，是的。比如中央部会要十字等以上的工作大概很多了，中央部会很多，但是地方政府如果可以升到十字等，那该回家是要爱登去办流水席，爱去请人客啊。因为这个其实是长久，我认为这个长久对我们公务人员的整体的发展不是好的啦。变得，而且差距更多，一样是考试及格，一样是奉献给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你选择待在地方，我举例来讲以台东县政府来讲，他的十字等的位置就是只有局长而已啊，局处长而已啦，还有参议啦，十等的简任参议、简任秘书嘛。那算一算，可能全台东县政府可能不到三十个。应该25个左右而已了，就各局处，然后加上简任秘书、简任参议啊，就是那有些好的优秀的公务员，他已经取得那个简任资格，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他又不想到外县市、到中央去离乡背井嘛，他想要在这个地方要来努力、要来奉献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城乡差，我们在。人长，你在讨论整体的，我们无论是中组织的再造、精简，还有人事的调配的时候，其实不能是只有看在中央政府，或者有看在六都啦。其实我这个是我们城乡差距，不只是在基础建设、交通啊、医院等等。其实我认为这个公务人员这样子的组织也有很明显的一个城乡差距。我完全同意委员的一个说法啊。事实上，我们的应该这样讲，人事制度本身有城乡差距了，广义的人事制度有城乡。那您刚刚提的这个，事实上是涉及职务劣等啦。那职务劣等，那这个事情是由考试院来做负责。那我知道，在过去里面呢，很多地方政府都有提议，就是说，是不是至少地方政府的简任的这个职务呢，可以再多一点？那这一点，实际上我们人事行政总处是表示呢这个支持的，因为务实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合理的做一点点调整，这是我们会支持。不过考试院还是会有比较通盘性的一个考虑，所以不断在研议，考试院不断在研议这个事情。虽然这个主管机关可能我们要尊重考试院来做这个调配了，但是我想人事总处基于我们整体公务人员能力的发展也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对整体的公务人员的人力的合理的发展才是好的一个方向了。不然你大家为了要升职等我想升，就想说所谓升官，他一定要往中央去嘛，往中央去。那有些人在奉献，他几十年都奉献在地方的时候，不要说十职等啊，如果他是在乡镇公所的话，要九职等，就我看只有两个，就一个主任秘书的缺这样而已啊，就连升个九职等的机会都没有。那我相信这个对鼓励公务人员能够尽忠职守这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啊。我觉得合理的配置应该有的职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总会支持的。而且台湾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分中央六都啊，什么地方等等，其实没有分这么多了啦。因为我们台湾就3万多平方公里，就是这么一点大啊。那可能以前分那么多层级是以前的时代背景，那现在我觉得其实就是中央还有地方政府嘛。那我觉得这应该出。人长，我希望期待你们这一部分要来多加的努力啦。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刘员，人长请回。我们接下来请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请尤美女委员。主席以及说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施人事长，请人事长。委员好。人事长好哈。今天我们想要跟您请教的就是关于员额评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政府组织再造，我们希望说能够员额能够减少，所以呢，这个。行政机关中央政府组织法里面呢，对这个员额也有一个总量的一个管制。那这里呢，就牵涉到就是说，那总量的管制，那所以呢，对这个员额，我们也看到说，很多的机关就开始大量的用这所谓的这个派遣人力。因此呢，我们现在你们有，就是说从101年开始有所谓的员额评鉴。嗯、那对于这个员额评鉴呢，我们知道说你们做了3次，101年、103年、105年。
那当然这里呢我们不太知道是说你们这原额的这个评鉴，当然我们也看到说103年跟105年去做比较的话，当然105年的这个原额的评鉴它就越来越具体。那我们就说你们在现在的原额评鉴你们的那个做法，因为你们是派出这个所谓的专家学者然后去做访谈嘛，哈，那对于这些的所谓的评鉴的结论或是这评鉴的这个报告，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他们会做一些建议，那这些建议你们会再跟这些的单位，哈，比如说每一个单位都会有评鉴嘛，那评鉴出来之后你们会再根据这些的评鉴去做一个譬如说像工作坊啊等等，让他们去把这些的建议能够让他实际的去落实，还是说我原额评鉴这专家学者做出来之后交给我们人事行政总处然后归档，那每两年又再评鉴一次，其实只是把里面的文具换一换，其实所面对的问题仍然是一样。我不晓得你们原额评鉴的这个跟我原报告，我想每一次的原额评鉴都是一个很费时，而且是很多人参与的，那很多人提供我们很好的一个意见，那我们最后都会跟机关共同讨论出一个具体的这个建议跟结论，那这个事项列入以后就列入原额评鉴的报告，机关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做，那原则上半年我们就要了解说他做到什么一个程度，那当然以我们人事总处我们自己有一套自己对我们人事人员的业务绩效考核，那过去比较没有这个机制，那我想我们今年开始就把譬如说我们提供了这个原额评鉴的这个建议事项，你做到什么一个程度会列入呢？我们对我的派出去各部会的人事机构的一个业务绩效考核里面一个评量的一个项目了。我想用这种方式才不会说，大家辛辛苦苦做了很多的一个意见出来，然后最后没有真的好好去落实。当然在落实的过程里面如果有一些真的实务上有些困难，大家都可以还是再做一次讨论，我想这是一个比较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循环的过程。OK，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企业界其实他们对于这所谓的人力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部分，那所以你会看到说在私人企业里面他其实会有所谓的 mentor， 那他们就会去针对每一个员工他自己所做的他的核心的业务，然后呢会去检讨，那就我想要行政效率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找对人让他坐对位置做对事，那怎么样让他能够坐对位置做对事，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牵涉到整个一个人力的一个调配，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他能够知道说适才适用，因为其实每一个不同的性格那不同的这些的特质他会有适合不同的这些工作，那当然不见得说每一个都能够适才适性，那这里就要服务于这种所谓的教育训练等等，让他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好最大的他的能量，因为我们一直知道说在政府机关这个员额非常的多，可是它的效率不见得那么的发挥到那么极致，在私人机构可能是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事情，在政府机关可能三个人做一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的绩效能够发挥出来，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员额的评鉴以外，就是说这个报告出来之后那希望也能够透过一些的机制跟这些单位去讨论，但是除了这单位讨论他们单位是不是也能够去对他们的这些人员，那甚至说怎么样去调配能够让他们对做一些适才适性的工作，这个是不是可以？我想跟委员报告，做员额您讲的是确实是一个未来我们可以真的继续精进努力一个方向，那目前做的员额评价比较是属于整个机关整体或者是内部单位整体人力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况的一个检视了，那当然检视完以后如果说觉得有什么不是，那事实上这是比较到您讲的 mental 这个比较已经到一个主管的层次，他怎么去跟他同仁做一些讨论检讨，那以现在的法制上也不是没有这个机制，譬如说我们要做打考绩就有平时考绩 平时的这个观察还有年终的考绩，那我觉得一个主管也应该借用这样一个现有的机制呢好好去检视呢你自己的同仁工作上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个是原额评鉴可能可以提供你一些大方向，但是细部的东西操作是可以主管来努力做这个事情，那这部分也许我们各个人机关的这个
人事部门可以再多跟业务部门的一个主管们里面多做一些沟通，我想可以把事情做得更精致。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也就是我们最缺乏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些的评鉴或是考绩，对不对？很多根本就是用轮流的嘛，啊、嗯哦，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那个所谓的汰换的机制一直没办法出来嘛。嗯、那如果说能够真的是合适的去评鉴，而且能够让员工知道说我的优点在哪里，我的缺点在哪里，那我怎么样能够去改善我的缺点，能够让我的工作上更精进，然后主管也能够是真的合适的去考评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汰换机制就会跑出来。我的话，我们会看到说，真的是站在那个位置的真正的公务员，他可能那个绩效没有发挥出来，然后用了很多的，好，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做新兴的这些的业务，所以我只好用了很多的派遣人力。那这些人力事实上是不受公务员的这些的保障的，但是有受保障的事实上，因为我们知道说台湾的社会其实是变动非常快的，那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上，可是我的年资又够，我的资历又够。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些新兴的或是符合时代潮流这些业务，可是他又占有那个位置，那我就只好去请年轻的，对不对？没有资历的，但是他有想法、有创意的这些人，然后用派遣人力来做。我想这是我们整个一个好机关老大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处理？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再精进的地方。确实，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精进，特别是台湾的。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主管，就各级的主管压力很大，工作压力真的很辛苦。不过，也真的应该要花更多的心思在做同仁的这个教导，或者是同仁的观察评估，然后协助同仁这部分把工作做得更完美。我想主管有很大这样一个责任，因为这个部分说实在，它其实也是一个专业啦。那这个专业其实也是需要经过受训啊、精进，否则的话，你说叫一个主管跟他讲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考评，说实在他也没有办法去考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是说在你们这个培训的时候，也能够对这些主管给他们一些 know how。好，知道说怎么样去观察、去提升，然后呢，去调度，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谈的，就是这替代役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的国军实施这个精实专案的时候，那就发生这所谓的兵员的员额供过于求的这样情况，所以呢，开始用这所谓的替代役。那这替代役用之后呢，发现各个机关发现说，实在真的是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好，在这个整个一个各个机关呢。啊、哦，这个使用这个替代役的这个人数，这个员额呢越来越高。那甚至呢，就是、说有些机关呢用了这上千人以上的这些机关也很多。但是呢，这些的替代役呢，其实它所呈现的啊，它的这个预算呢，其实也越来越高，甚至也达到啊这个400多，已经呢这个404年度的决算数就已经到了45亿的7000多万哈。那所以这里只能形同是一种巨额的人事费跟外包业务的这个隐藏，所以在这里呢会牵涉到了，就是说，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替代役呢也牵涉到现在我们的人口呢越来越少子化的这个问题，所以役男替代役男会越来越少，而且现在呢这个替代役呢他们的缩短也缩短成半年，所以事实上呢这些也会冲击到各个部会。原来你用这些役男真的很好用，所以我们也给他们很多的名称，什么司法行政役、公共行政役等等都很好，很好听。那当然实际上的做的就是小弟的工作了。那所以在这里就说怎么样把这些的人力是真的能够的好好的用，而且说实在的这些的替代役男。接下来他们只剩下半年的时间的受训，所以其实他们是应该要加强我们整个一个国防的这些的人力的充实，其实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是觉得说，整个政府机关是不是仍然要大量去仰赖这些的替代役的这些人力，而且这些人力显著的会即将减少。对，没错。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请我们的这个人事行政总处呢，能够就这整个一个替代役的员额的做一个整体的评估跟规划？好，我想这部因为目前确实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访视联合访视计划，了解每一个替代役在每一个用人机关里面大概用了一个成效。确实有些机关其实是觉得替代役是贡献很大了，比如像说外交的，他们一直很肯定这样一个事情。不过务实的问题啊，替代役会人力一定会减少，那这个会冲击我们整个公务人力的这个运用的一个状况，我们来做努力。好，那我们也希望是说你们能够尽早的规划，因为这的确马上面临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始要我们采募兵制，然后这个替代役的这个所谓的年限减少，然后呢这个少子化役男减少，那你今天越来越仰赖这个，那将来这些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及早规划。好，是的。好 OK， 谢谢。好，谢谢游委员，几位请回。我们接下来请
蔡益瑜委员。主席，各位同仁，那我们请人事长，是人事长。好，委员好，人事长早。人长，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我们总处对于人力中心及研习中心要整并成人力学院，嗯，那这个整并后的结果，你预估可以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纯粹从这个人力的精简跟主设精简来讲，它一定有效果。譬如像说，我们现在两个中心加起来有12个内部单位，完了以后我们会只剩7个内部单位。那两个中心加起来本来有117、118个编制员额，我们未来就最多只有91位的编制员额，所以这是很大的转变。但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是两个中心整个合起来以后，很多包括，提供什么样的课程、训练计划，或者这个整个教学方法，过去这两个互通的，过去这两个叫做人力中心跟研习中心，它有怎样的业务差别吗？过去在人力中心比较负责中央政府，那地方研习中心比较提供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主要的差别是这个。主要差别就是中央跟地方。对 对。那未来整并之后，你们要怎么让中央的，你们怎么要一套的制度来面对说有中央的官员跟地方的官员？应该这样讲，未来的有些地方政府，像六都他们本来也有自己的训练中心，那很多非六都或者甚至部分六都，他愿意就是说还是我们来协助，我们都会还是努力来做协助。啊，重要是说未来我们课程里面呢，过去比较少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同仁可能在一起，那如果我们规划比较好的一些性质非常相近的这个课程，我们可以同时让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在同一个譬如说班级里面呢，大家互相交流同样的训练课程，他们就可以彼此交流，啊，彼此交流。我想这个是，老实说，可以真的可以让中央跟地方的公务同仁有更多机会呢，直接互动了，啊。我想这个方向应该是正确的了，哦，也是正确的。那我想再问一下人事长说，就于目前呢，哈，我看这个司改国事会议中，这个司法院院长许宗力他不断的呼吁说，司法人员应该不要再受到这个中央政府总员额法的一个限制，好，哦，那也不断的说哦，所谓司法的人员是不够的。当然说，在讨论司法的人力不足这件事情之前，我认为司法院要是不管是司法院跟法务部，他们自己要有所改革啦，包括说他们对于这个简易案件的一个筛选，然后怎么用简易案件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去除到这个审理之外，但是他在呼吁的这一点的时候，那人事长你有什么看法？跟委员报告，徐院长在其他场合里面确实多次跟我提到这个重点了，哈。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就技术面来讲，那目前呢，因为总员额法给他的那个框的那个上限哦，跟他现在实有的人力，这中间还是有一段的差距，所以就技术面来，不管是法务部的检查体系，或者是司法院，就技术面那个差距还在了，空间还在，所以本认为他们是还有空间，他们根本还不用跳出来说他们要松绑就对了，對，现在还有空间啦，哦，那但是我蛮同意委员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更重要还是要回到检视他为什么会不断这个人力的需求，可不可以有什么方式让他的人力的需求可以有一些比较有效率的。现在司法院丢出来的数据啦，他说哈，他们一年有300万个案件，那总共目前全国的法官人数是2020个，所以他说这2020个法官要来应付一年的300多万个案件，所以他定义说我们这个法院叫做血汗法院。那人长，你赞成这样的说法吗？这个是，我想委员您这方面是比我更专业，我真的不能直接用这个数字来做一些判断，因为比如说300万案件，就像你讲，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是同样的规格的处理，有没有其他更这方面我们可以再做讨论。那同样的，我们也在想说，我们也在尝试找其他国家他们在整个法院体系的那个配置的方式大概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参考的。我想这个我们再多做一点这个
资料收集的功课，然后再当然对对，我在这边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我看司改国司会不断的在这个问题不断的在review，然后一直在讲，那法官都说哇，我们就是人力不够啊，我们现在都被案件给拖垮了，更奢谈改革。艺术官，我的处理这案件，我的处理不来啊，你要叫我办案品质精进，吼、哦、嘿，好像缘木求鱼一样。但是我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很不能接受。司法院你自己没有办法把不必要的案件把它排除在外，然后你所有的不管是大案小案都让基层的法官去压着，而且整个法院的这个金字塔的一个审判的一个我们要求的金字塔的审判根本没有落实，所有的案件一审一定会进二审，那除了不能上诉三审的案件，他还是会挤到三审。所以对于法官来说，不怪也案件会吃紧嘛、嗯哦。所以我谈到的是另外那一块、哦。那我只是在这个场合中问一下人事长，对于整个司法院他们讲的这一句话，你有什么看法？好、哦，那刚刚你讲的基本上我能接受。那第二，那最后一个我要问人事长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规划，把所谓人力中心跟言行中心整并叫做人力学院之后，那我们就要负担了整个地方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训。那我比较担心的说，未来我们整这一套的一个培训机制，会不会又产生了就是，中央来领导地，就是说用北部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你在北部台北这边哪个东公叫天龙国，北部新北这边的公务员他们就排了很多课程，那相对的不管是在屏东啦、啊、我们嘉义啦、啊、这南部所在，就我们就无法享受到这样该有的公务员的一些研训啊，一些再训练的机会。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不会，因为我们原来的地方研习中心的场域还是在，它的能量还是继续会维持，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在这个能量下呢提供，譬如像说，如果地方政府的同仁有意愿，觉得或者这个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一起来做参与学习，这个能量一样会维持在的。那以后的课程会以北部为主吗？还是说在南投这个地方？还是我想倒不会是说课程以哪边为主，同样两边都会开课程，两边都有些课程是会很，就是说那个性质会很接近，我们可能也同时也在北部，也在南部。那也在中部，但是在北部或中部开，它地缘关系的这附近的中央跟地方政府同仁都可以来做一些学习。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人难免都会有本位主义。我想这个不会了。对，那因为在本位主义之下，我就北部开课程对他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在南部开课程还要舟车劳顿嘛。我担心这一点，所以希望人事长在未来我们达到人事精简之后，不要忽略了对于整个南部的公务人员也有这样的需求。是的。好，那就这样。好，谢谢人事长，谢谢。谢谢蔡委员，人上请回，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杨振武等提，杨振武、陈明文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好，我们现在处理预算冻结报告案。好，我们的预算冻结案有报告案跟这个要列为讨论事项同意案了。那么，请因病宣读报告事项第三案至第十案。三，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20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相关预算，卷送行政院超额人力与非典型人力检讨运用及管制措施书面报告，请查照案。四，行政院人事总处函送行政院劳动派遣运用人数管控及权益保障措施书面报告，请查照案。五，函送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中高阶公务人力短期密集专业英语进修近三年2013年至2015年成果报告，请查照案。六，函送中央政府机关未运用员额管制措施书面报告，请查照案。七，函送行政院跨领域科技管理与谈判人才培育计划成果报告，请查照案。八，
冻结人事行政之策政策规划执行及发展相关预算，简送书面报告，请查照案。九，函送中央政府机关未应用原额管制措施书面报告，请查照案，请查照案。十，冻结人事行政之政策规划执行及发展预算，简送书面报告，请查照案。同事项要先宣读完毕。好，我们报告事项第三至第十案均已报告完竣，我们做以下决定，均准予备查提报院会。好，我们补充宣告，那个萧美琴委员的这个书面质询，我们一并列入。好，我们现在处理讨论事项的预算解冻案，请一并宣读第一案及第二案。一、处理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策略性人力资源跨域整合服务700万元，简送专案报告，请查到案。二、冻结民间薪资调查及应用于公务人员待遇调整考察相关预算，简送专案报告，请查到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这两个解冻案有没有意见？对于这个人事总处的报告，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对两案做以下决议，均准予动之提报院会。好，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那么在处理讨论事项第三之前呢，我们先来处理有一个临时提案哦。那么请宣读临时提案。提案 A。政府机关运用替代役人力之情形越来越广泛，替代役制度实施后，政府机关运用替代役情形甚为普遍。105年度一般替代役核配人数达25627人，核配人数达百人以上机关有33个，其中核配人数达1000人以上者，既有教育部、法务部矫正署、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国防部、内政部警政署、消防署及役政署等机关。这样的替代役人力运用，形同需用机关人事费及外包业务费之隐藏。且106年起征集83年次以后出生之役男，其役期已经缩短一半，不但会使替代役异动情形大增，未来的少子化问题也会使役男数减少。对此，建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对中央政府替代役人力运用拟定整体性之规划建议，并考量将各机关替代役使用情形与相关建议纳入原额评鉴公参。提案人：尤美女、叶宜金、钟孔照、段盈康、刘兆豪。宣读完毕。好，请问这个人事总处对于好，请说明，请说明。那因为替代役基本上还是内政部的执掌，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在倒数的第三行，对此建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对中央政府前面加一个函请内政部，因为主管机关还是在内政部，前面这一段是内政部哈，那后面是不是要纳入这个原额评鉴参考？我刚刚已经报告，是不是可以同意这一段文字改成说，不是并考量，这是这个文字改为，对不起，并于替代役业务联合访视计划，加强替代役运用成效评鉴，也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个联合访视计划。那我们在这个计划过程里面加强它的一个原额应用成效的评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替代现在说进入到正式的那个原额评鉴报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也会做这个事情，我们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文字建议，看看是不是可以做。我们等一下请这个人事总把文字整理好了过来，好不好？好，幼员还是你要先表示意见。好，你们先整理文字，已经有文字了。好，那我们现在先处理这个讨论事项三，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组织法草案。我们就直接先宣读这个条文了。宣读条文完之后，我们因为条文少，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逐条讨论，请宣读提案条文。名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组织法。第一条，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为办理行政院所属机关与地方机关公务人力训练及发展业务，特设公务人力发展学院，括弧以下整简称本学院。第二条，本学院掌理下列事项：一、行政院所属机关及地方机关中高阶公务人员在职培训发展之执行；二、行政院重要政策及法令研习之执行；三、行政院所属机关及地方机关人事人员训练之执行；四、行政院所属机关与地方机关公务人力数位学习及终身学习之执行；五、国内外训练发展相关组织交流合作之规划及执行；六、公务人力资源管理及发展之研究；七、行政院所属机关与地方机关公务人力训练之咨询及辅导；八、其他有关行政院所属机关与地方机关公务人员之训练及发展事项。第三条，本学院之院长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三职等；副院长一或二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第四条，本学院各职称之官等职等及员额，另以编制表定之。第五条，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命令定之。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处理逐条，请问对于名称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名称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组织法的名称。第一条，各位同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第一条就照提案通过。第二条，第二条没有意见，照提案通过。第三条，第三条没有意见，照提案通过。第四条，第四条没有意见，照提案通过。第五条，第五条没有意见，照提案通过。跟委员会报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组织法草案已处理完毕。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请问本案是否需交由党团协商？好，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好，我们现在回来处理提案。各位有拿到了吗？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就是倒数第二行加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请内政部对中央政府替代役人力运用拟定整体性之规划建议，并后面加并于替代役业务联合访视计划加强替代役运用成效评鉴，就是并后面用刚才我念这一段来取代后面的文字。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之后通过。好，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好，谢谢。